买房子啊，是马来西亚，到时候要打仗啊，他先撤侨的啦，他会跟你讲。妈，你看你的习近平啊，那么习老大、啊，那脑筋。方太多了，方的空间呢？对啊，放拿一个软了之后不好拿，对，软了之后就特别麻烦了。那这个拿起来品质有个会坏掉，是没错了，那个品质还会坏掉。后面还一堵了，后面还一堵了。Thank you.
八百八，哎，你好，120。